是啊，他是说那个议事。来来来，洪忠义来。报告委员会出席委员十四人，已逐发电数。好，现在开会进行报告事项，请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立法院第九届第一会期内政委员会第28次全体委员会议事录，时间105年6月30日上午9时4分至下午1时32分，地点红楼205会议室。出席委员、林委员、立产等15人。列席委员徐委员、永明等18人。列席官员、行政院大陆委员会主任委员张晓月。 主席黄召集委员遭顺报告事项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决定确定，邀请行政院大陆委员会主任委员张晓月等就外国政府遣送国人至中国大陆接受侦查或审判案件处理实务机制以及柬埔寨案后续处理情形提出专题报告，并被质询，另请国防部、国家安全局派员列席备询。本次会议经行政院大陆委员会主任委员张晓月等报告。 委员杨振武等15人提出质询，均经行政院大陆委员会主任委员张晓月等及时答复说明。决定报告及询答结束，委员质询未及答复部分或要求提供之说明资料，请相关机关尽速以书面答复。主席宣告，请行政院大陆委员会财团法人海峡交流基金会及相关部会将最近与对岸沟通的所有相关文件及传真稍后提供给委员会。临时提案第一案决议。 第一段据莫衷主动提报我方之义务修正为之规定与精神，于照案通过。第二案决议照案通过，散会宣读完毕。好，那个各位委员同仁，针对这个议事录有没有错误或遗漏？ 那个李俊宇委员等1、2、3、4、5、6、7人，好，对议事录提出异议，好，那我是不是请议事人先读一下？来，念按钮就好。哎，那个同仁有没有资料？那个等一下，等一下，那等一下，他那一份不是的。 那个，你没有资料。好，那个要尊重一下委员同仁。我们等他宣读完就会提供，好不好？好，来宣读来。委员庄瑞雄等7人提出更正议事录提案，针对本院第九届第一会期内政委员会第28次全体委员会议事录与会议实际进行情形有误。 其中，主席宣告部分出席委员已提出异议，议事录却进行将其列入与会议进行情形显不相同，故主席宣告部分应记载出席委员提出异议，主席未予处理宣读完毕。好，这个有各位委员同仁手上拿到吗？来，印一份给陈昌明委员，其他人不用了。还有那个林立产委员。 抱歉，两位没看到，还有对两位，他们都没有了，他们都没有，哎，好，这就是连署嘞，哎，你弄无啦，刚我有啦，哎。 没有确定议事录提案，他们有异议是送到主席这里，不是送到陈超明那里。哎，本席为表尊重陈超明委员，哎，特别。
OK， 来，啊，这旧的啦，嗯，那旧的啦，那旧的啦，看到，来，进来。哎，原件要给我啊，来，原件要给我啊，来，来，那个陈一杰委员，哎，来给陈一杰委员，陈一杰委员呐，啊，先给陈一杰委员跟林立常委员，林立常委员先给林立常委员，啊啊，好，那个各位委员，本席的裁示啊，按照这个李俊毅委员提案的修正意见，更正有没有意见？本来这哦，庄瑞雄委员，哎，啊，来，庄瑞雄委员，哎，有没有意见？我的才是这样，大家有没有意见？那个我那个，那等一下，等一下，我先宣告一下，啊，这个我是先请提案委员说明一下，来，确定议事录哈，是。这个假如对主席的裁示有不同意见，那我们就来处理。主席啊，各位同仁，各位媒体朋友，其实啊，赵伟在主持议事的时候啊，他有一个权威性啊，我们都认同啊。但是呢，针对本院第九届第一会期，我们内政委员会28次的全体委员会会议的议事录啊，就是上个礼拜啊的议事录，跟实际上进行的情形啊又不一样。那本席认为说，基于行政院向立法院的负责，你各个部会应该接受啊各该委员会的一个监督，尤其是就立法委员的一个质询的一个事项，应依法来提供相关的一个资料。这个涉及到立法权来监督行政权，但是其中如果涉及到特殊的一个机敏的一个业务或者讯息，你本来就应该去考量到讯息公开跟机密把握的衡平。跟适当的一个处理，所以在整个委员会的一个进行当中啊，我相信啊，这个其他的委员也会去啊意识到，因为呢，这个讯息倒是由要专人来提供，或者现委员本人来查阅后随即带回，这个本来会有不同的处理的一个方式啊。那你整个议事录的记载，主席的一个宣告，在当天的会议进行，已有出席委员提出不同意见的时候啊。你这个议事录本来就该忠实的去做一个呈现，到底要记载些什么？比如说今天的议事录，整个委员会的一个进行，达成什么样的一个决议？怎么会是到最后是主席一个人想要怎么记载就是怎么记载啊？所以，当整个议事录的记载跟会议的进行情况显不相同的时候啊，这个部分就要去进行一个更正，这个是一个涉及到整个委员会。涉及到整个公报记载，这个尤其是主席的权威性啊，这个会我很本席很担心呢、啊，会因为整个议事录的记载，它失去了整个委员会进行了一个真实性啊，而对主席的权威性有所减损啊，所以本席齐齐以为不可啊，这个部分呢、啊，应该请主席啊来做一个裁决是否有当啊，我也请我们各位委员呢、啊、来做一个参考。好，来陈昌明委员，来你要讲吗？不啦，这不算啦，这个现场的状况做记录更正尔，来，好。哎，主席，各位委员啊，欢迎啊。两分钟了，两分钟。两分钟，来，计时两分钟。两分钟啊，安尼讲未了啦。第一项，我要了解什么叫议会实际的情形，跟议事录不一样。那一天开会的时候没有意义，在执行里面，包括赵伟说以前都有拿出来，当初也没有人异议，所以今天你说啊有异议不提供出来，我觉得民进党哦，你们执政党可能跟陆委那个陆委会跟大陆的联系哈没有联系啊，你们讲有。我们用尽各种方法要跟大陆联系，结果要跟你们要这个资料没有，所以你们今天提这个议事律的改正，然后也不晓得要如何更正，啊，你搞公如何更正？要不要提那个陆委会要不要提供跟大陆的那个？大陆会给我下面。啊，
国台办到底有没有联系资料？你发的传真过去有都不回，你把传真过去，尤其今天在报纸上说，看到啊，说，以前阿扁时代如跟大陆的关系不好，所有陆委会都有编号出来，你给我们看编号嘛。所以我给他干嘛？你们突然来修改这个没有什么意义。你们当初也讲给了又有什么？啊，今天突然说要牵涉到国家的机密，还有，什么特殊机密，之业务或信息信息者。下面叫做没有啦。只要公开，但是给委员会的方式是用哪什么样的一个方式？我立马拜托给他看。不是你讲到什么叫做特殊机密的业务？机密就机密，还有机密，免代表什么意义？我跟你讲，张伟，你们提案不要知法玩法。啊，我这个叫欲盖弥彰。其实都没有做事情，不敢把资料拿出来，拿出来当作一个防堵的手段了。啊，从来也没有这样子说。为了这个艺术的上个星期已经过了，今天要来方案。好了，今天那个没有方案了，没有方案，去艺术路而已了。艺术路，来，陈义杰委员来。我没框要拿出来。接下来陈义杰委员来，好了，你讲了，两分钟来。来，你讲啥呢？主席，各位同仁哦，我记得上个礼拜就是招委在宣告的时候，其实好像大家是没有异议的，李俊毅委员也没有在下面嘛，那所以当时是没有人有异议的哦。那刚刚有关于就是庄委员讲的有关那个机密的问题，其实我们一直要求是说，你让我们委员会的本委员会的委员了解到底陆委会今天做了什么。所以应该是我也没有要求他说要拿出去，所以我觉得这样的要求其实也不过分，至少要让我们知道说陆委会实质上是做了些什么。好，那个没问题了，好，那个提供资料来，等一下，那个李俊毅委员，等一下，大家有登记来，大家把握一下时间好不好？今天要审查法案。啊，主席，各位先进，我麻烦各位委员把提案内容看清楚。我们从头到尾没有反对行政机关要提供资料，我们反对的是整个议事进行的程序，特别是议事录的登载，因为那一天的情形非常清楚。哦，黄昭顺委员做了一次才是，两次才是，那我们当场，我在内，我们就当场提出异议，后来这个案就没有处理。如果要处理的话，也应该有提案啊，提案也要有处理啊，啊，这个都没有处理，然后就列入议事录。我们是针对这个有意见，好，所以议事录没有发生的事实，议事录就登载说，要提供，所以这个是有，这个内容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提案的非常清楚，我们是认为行政机关提供，那但是因为它涉及机密文件，如何提供的方式，我们还是要求行政机关可以用特别的方式来提供。但是重点是议事录根本没有这样裁决啊，当场就有委员有异议啊，议事录就不能这样裁，不是说主席说了就算。好，所以这个才是议事录我们更正的原因。我们今天的更正也非常负责任的提出书面嘛，我们把内容讲清楚，就是这样而已嘛。所以请大家把提案内容看清楚，谢谢。好，那个黄昭顺委员来。主席，各位同仁，我想这是一个非常丢脸的一件事。当天陈义杰委员在质询的时候，质询当下那个陆委会主委就已经答应要提供给陈义杰委员，所以本席在陈义杰委员质询完的时候，我就当下就宣告请，而且我把陈义杰委员的所提的，包括陆委会各相关单位，同时宣告。当时我是正式宣告的，我想当时等一下可以请主任秘书做说明。宣告的时候，李俊毅委员并不在。之后，因为我不知道在哪一位委员，应该是洪委员执行完的时候，我再度提醒，因为我知道陈义杰委员非常的急，当时李俊毅委员才走进来，所以本席在宣告的时候，当时委员会里面有数位委员。没有任何一个委员提出异议。本席今天要讲的是，我们用同样的标准来检视我们的政府。当时夏立言主委的时候，我们也一样的态度、一样的方式要求他们要提供。今天
本席已经正式宣告没有违反任何的议事规则，而宣告完了不在场的委员，如果每一个不在场的委员在随时进来都可以推翻主席当时的决议的话，我们认为那我们的会议永远开不完。所以我在这里还是要请各位委员能够尊重当时本席裁决，或者调录影带出来看，把那个录影请主任秘书说明。主任秘书能不能请你说明当时我们怎么宣告的，宣告的时候现场有多少委员在现场，都没有人有异议。陈一杰委员是等我宣告完，因为陈一杰委员非常的急，他等我宣告完他才离开委员会的现场，整个的经过就是这样子还原。请我们大家不要用这种方式，这样子是很丢脸的一个方式。好，那个我来，本来就很丢脸。好了，坐着了，坐着了，今天要审法案，那个我说明一下哈。好，各位安静一下，各位安静一下。这个我说明一下哈，这个我们内政委员会跟行政部门之间的一个互动已经行之多年，也形成惯例。好，资料的提供在尽可能的范围内，好，这个行政部门必须提供资料给我们不分党派的委员。好，在这个在我们内政委员会啊，这个几年下来啊都是如此。好，那我也希望说，好，这个行政部门能够这个在啊，这个相关的法令的范围内啊，这个能够、提供给我们内政委员会的同仁啊。那假如这个，请各位注意听了啊，假如是机敏性的资料，过去啊，包括陆委会都啊，在尽可能的守密的范围里头啊，他有时候会用私下提供给我们委员的方式啊，那资料是不是能够公开？好，我们国会也必须尊重这个行政部门，好，他在法令范围所合可的这个范围内，哦，这个过去从以前到现在都是这样啊。那啊，也没有发生过说我们委员有所谓的这个泄密啊，或者是其他情势的状况啊。所以我在这边啊，我还是要再一次的宣告啊，尽量请啊这个陆委会跟海基会相关部会啊，能够把这个相关的这个文件跟传真尽量的啊，能够让我们委员同仁啊能够了解啊整个沟通的这个方式啊，至于什么方式啊，那这个我想我在这边就不再做说明啊。陈一杰委员，几位国民党的委员啊，这个过去都有惯例啊，那我们啊是请行政部尽量提供这个我的宣告。跟我的立场也没有任何的改变。好，这个我还是要要求行政部门，好，我们在这边还是要做个决议，我还是要同样做个宣告啊，要尽量提供给这个啊，这个我们内政委员会委员啊。那假如不知道方式互动的方式什么，可以参酌啊过去互动的方式啊，这个我还是要先说明啊。那议事录的这个部分啊，我跟各位做个说明啊，2005年6月30号，啊10:46:10，黄昭顺，啊，请陆委会、海基会以及相关部会把最近与对岸沟通的所有相关文件及传真等一下提供给委员会，好，啊，那个时候没有争议。10:46:30，洪忠义委员质询，啊，10:56:03，主席宣告，请行政院大陆委员会与相关单位提供这段时间联系的公文。10:56，李俊毅委员在台下提出异议，啊，10:56:36，黄昭顺委员现在休息10分钟，啊。11:08:40，黄昭顺委员现在开会。啊，这个11:09，李俊毅委员跟陈一杰委员在争议有关陆委会提供资料 的事情。啊，11:09，啊，黄昭顺委员宣说，啊，主席啦，哈，啊。而且我刚刚已经宣布过了，哎，
然后李俊毅委员，哦，我们不能用立法院的职权限制他们。好，哦，这个是当时还原当时的过程。好，哦，我把这一份资料，啊，列入我们的议事录，各位有没有异议？这还有异议？啊，这个不要异议，这个议事录啦，这个不会影响到。来来来来来，讲完我们就处理了，好不好？主席，上个礼拜我们在宴会的时候，特别为了这件事坑柯总召，大家就在讲，民进党不断的用国会暴力在这里扭曲一些事实，用国会暴力行他们想做之事。今天已经宣告的决议，当时不在场的委员可以在换一个时间再进来。我当时为什么不愿意再处理这件事？我不想在这个事情上再做任何的争议，因为本席宣告的时候，李俊毅委员并不在现场，并不在现场的委员，我们在立法院一向这是惯例。如果说我们不宣告的时候委员不在现场，可以随时进来推翻，那我们立法院永无宁日。你们要怎么记载？我想我没有意见，但是我对你们这个更正议事录这个案子，好，我本席是有意见的。好了，如果不是好了，好了，今天我们能够用这种，哎，我们从旁边乱来的地啊，你是从旁边乱来吗？今天这么一件这么小的事情，而且经过我们公告的时候，那么多的委员，因为陈怡杰委员非常的不放心，他特别留在。等到那个哪一位委员执行完，他才离开哦，他不是当下就离开哦。所以我宣告的时候，录影带我相信有很多委员在现场。那如果说不在现场的委员不断的用这种方式来背个议事的话，你们是现在要我们这些少数党也学你们用这种阿爸的方式吗？不要说你们今天人多，就用人多的方式不断的欺压，连这种。必须要提供资料的东西都要护航吗？太离谱了！好了好了，时间到了。这个啊，这个委员，请搞懂议事规则。我再确认一次哈，这个议事录的确定啊，委员有提出书面的意见，那主席来处理。主席处理啊，提出书面的意见啊，那主席就根据委员提出的书面意见来做处理，做宣告啊。那主席的议事录的处理宣告，假如各位委员有不同的意见，那主席会征求大家的一个意见。好，那主席现在才是啊，请大家把怎么样开会，请大家把议事规则搞清楚啊。主席的宣告是主席宣告是一回事，议事录的确定只是在还原当时院这个委员会开始的状况。那刚刚主席已经把当时的还原整个状况都说明清楚，议事录的确定不会影响，假如有做决议的话，不会影响决议的效力。啊，这个不要连这个开会，连这个都搞不清楚，所以议事录的确定只是看文字有没有疏漏，所以主席才是啊。啊，各位委员请注意听，有没有玩给玩你来了哈？各位委员开会请尊重主席。这个我刚刚有宣告一些刚刚还原当时的内容，这个是最完整的这个部分。好，啊，我们把这个列入更正议事录的意见，请问各位有没有异议？有异议。好，没有异议，我们清点人数，我们表决来。啊，清点人数来。怎么可以这样子呢？清点人数来。怎么清点人数？这是跟阿伯的。好啦好啦，半个岔啦，半个岔啦，套炸来的那岔。连这种事情都要表决。这个连开会都不会开会，我刚刚宣告的非常清楚嘛，议事录的确定。不会去影响主席，不会去影响会议的决议跟主席的宣告，不会去影响嘛？啊，你拢听无？啊，开会开那么久，议事录确定只是去还原当时开会的状况，不会去影响效力嘛？啊，你在吵什么？连这个也在吵？打开点点啦，来宣告，请点人数表决。在场人数十人，刚刚主席的宣告有意见的请举手。看一下录影带。看一眼录影带，举手啊！应该差不多呀、啊。看一眼录影带，来，刚刚看一次，不是你，那录影带怎么讲？赞成刚刚主席宣告的，请举手。连这种事情，你们是怎样？
好啦，举手啦，举手啦，举手啦。都要继续用这种方式吗？哎、欸，您大家，哎、欸，大家摸着良心来工作。反对的请举手。看一眼录影带啦，看。没有这种事啦。手放下，这就是国会暴力，两岸黑箱。反对的举手。好，赞成六人，反对零人。本案议事录按照刚刚主席的裁示通过。来。主席啊，我很笨好不好？我真的搞不清楚议事规则是你们定的还是怎么样。好了，坐着了，坐着了，好不好？主席解释给你听了。不懂的议事规则，你看看好，把那个拿过来，大家看。好了好了，这里了这里，我们岔气。我们不懂。我们岔气啊，不要亏了，我们岔气，七早八早来了俩工，在搞什么？把立牌搞成这样。再用一点再久，啊，天天治疗啊困难。有什么把柄？不要摸，加点不要，回去了。好了，不要吵了，不要吵了，要审法案的啦！啊，不要吵，不要吵，不要吵！好了，不要吵了，不要乱骂人啦！不要人身攻击啦！那个黄昭顺委员不要人身攻击，黄昭顺委员不要人身攻击，不要人身攻击的，怎么样？怎么样？你没玩给你两个处理外号啦，没玩给你处理外号啦，有没有？刚刚主席宣告很清楚啦，你们自己都搞不清楚。啊，来就抓狂，都不听主席宣告。我刚刚不是有讲吗？我刚刚不是有讲吗？你有没有看到我刚刚主席宣告的内容？你都没有在注意听，陈一杰就知道我在讲什么。你有被岔气。好啦，你不要放话啦，不要放话，要放话出去外面放啦，开会按照议事规则来啦。好啦，你们两个不要再讲了啦，好不好？这个黄昭顺委员，请搞懂议事规则好不好？哦、你不要议事规则都不懂来了那乱挥，我刚刚已经讲啦，委员会的决议跟主席的宣告。确定议事录都不会去影响这两个的效力，我刚刚讲得非常清楚，好不好？我讲得非常清楚。等一下，不要再讲了啦，哈、哦，得了一回是吧？好、哦，委员会的决议跟主席的宣告，我们在确定议事录的时候都不会去影响这两者的效力。我再讲一次，哦，所以黄昭顺委员你也听清楚，啊、哦，然后因为议事录大家有争议。哦、我把议事人员都整理好了。哦、那一张呢？谁拿下去？刚刚我已经把整个过程还原，谁在场，谁不在场，谁讲什么话、哦、我也确认过，这个议事的确定是主席的权责，所以主席处理完做宣告，征求大家的意见，我们都按照议事规则来处理，也没有去讲说黄昭顺委员，黄昭顺委员对了一半，但是黄昭顺委员没有讲下面的事情。啊、哦，这个别吵，跟提供资料无关啊、哦！我也要求行政部门要提供资料，所以你别吵，不要歪曲事实啊、哦！不要早上来就在抓狂，影响委员会的进行。你在骂谁？我们委员会很丢脸，这个就骂大家怎么样？要怎么样？你连开会都不会开会，丢脸啊！还敢讲？丢脸！主持会都乱主持啊！谁乱主持？好，我们进行讨论事项，请宣读。好了好了好了，别吵了啦，别吵了啦，要开会了啦，小事情而已啦。什么小事情？刚刚都宣告了啦。事项：审查本院委员王玉明等19人，李燕秀等16人，卢秀燕等16人，邱志伟等18人，姚文智等20人，分别依据公益大厦。你讲的我拢尊重你，你的宣告我也不给你推翻呐、啊，对不对？本来就不能推翻啊！我给你等下，等一下。本来就不能推翻啊！所以我没有推翻嘛，啊，人家没有推翻，只是议事录把它记载清楚嘛，啊，大家有不同意见也不行。啊，做你讲的就算，啊，大家都要听你的，你违法乱纪，你违法乱纪，
连议事规则都不懂啊，你要来的乱挥，是自己丢脸而已啊。来了，开始了。好，我们现在介绍列席官员。政务次长花敬群，啊，营建署署长许文龙，啊，建筑研究所陈瑞麟副所长，还有我们的农委会法务部卫福部经管会银行局财政部国库署都有派人列席。来，我们进行提案委员的说明。王玉明委员不在场哈，来，我们有来的，我们先做提案说明。邱志伟委员。啊，卢秀燕啊，抱歉，卢秀燕委员，抱歉，卢秀燕委员，哎，这个大姐要优先啊，国会资深，大姐优先呐、啊，大姐优先，来。好了，维持一下会场秩序，好不好？好了，维持一下会场秩序啦。好了，黄委员，坐下来了，大家坐下来。不要吵了。无聊，又没有人在跟你讲话。你最近是安怎啦？是你闲话，你不断的来。好，休息五分钟。我知道一定贵啊，我规则啦。委员会第十二条，各委员会会议结果应注成议事录，经主席签名后印发各委员会，这一条。啊，现在我们一个问题产生。上一次的主席跟这一次的主席不一样，谁要做主得定做主，人多的时候你们要做主，这里面的疑点就出来了、哦、来，我们再讨论到宴会里面的议事录里面，陈吉迈，你们都很老千，其实你不懂假装懂，去欺骗百姓，招委我提出严重的抗议，这里面只讲了一条，这一条对你有理，你需要挑而二吧，全项议事录出席委员如认为有异议，遗漏时应以书面提出，由主席进行处理。基本上问题是前任主席还是后任主席？啊，如果前任的后任的推翻前任的，那还什么欧北威？这里面写得很清楚啊！啊，你要不要尊重前任主席的？那当时做的会议那个议事录的结论，你写就搞欧北威。哎，我跟你讲，这两条无恁跟你讲啊。来，我你睇下我看。两岸黑箱不敢面对。
那么正确的一个主裁决，今天可以把它推翻，我们立法院永无宁日，两岸黑箱不敢面对，靠着国会暴力、多数暴力不断的在立法院制造问题。上个礼拜五已经发生过，才经过柯总召协调过，结果今天礼拜一又来推翻整个的议事，这个是制造问题，永无宁日。上面是这问题啊，黑黑黑的代志。当天陈怡杰委员讲得非常的清楚，他非常的不放心，所以我们才提早宣告。宣告的时候，会场有多少委员在现场？今天为什么不敢调录影带出来？为什么不敢面对？除了就是两岸会相，人家陈怡杰委员也不是说要公布，对不对？天底下没有这种事，那为什么要提这种案？提这种案的目的何在？有什么不可告人之事？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来改变我们的主决议？丢脸！你敢讲丢脸？你不要脸！不能叫丢脸！好了，阿伯开会不？麦开啊！麦开啊！你怎么会跟我们？你怎么会跟我们？你不做决议啦，你宣告啦！哎呀，主席。因为这个在上个礼拜五我们做了一个决议，在院会做的，要求每一个委员会，不管是议程跟我们所有的决议，一定要尊重主席。是上个礼拜五下午2:30苏家全在院会宣布的。我们内政委员会吃饱饭没事就弄了一堆委员来反对我人家的提案，反对人家的排案，反对人家所做的决议。当天做决议的时候，不在场的委员根本无权来改变这个东西。你怎么可以说我们所做的决议好？今天本席做的决议，陈其迈委员要把它，陈姓发言呢？陈其迈委员可以把它否决掉。那我问你，下个礼拜我要不要？好，那个黄委，我们要开会了，我来做宣告，你注意听了啦，会让你满意的。来来来来，刚刚那女的。把录影带调出来嘛。如果当天本席做决议的时候有违反任何议事规则，你们要怎么改，我都没意见。好了，是你这个黄委员。好委员，大家互相尊重啦，好了，好了，好了，差不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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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不多了，差不多了，啊。所以刚刚这张列入记录了嘛？好。如果我当天违反议事规则做的决议，如果，拜托，如果我当天做决议的时候违反议事规则，我可以跟大家道歉，这个没有什么不能道歉的。本席没有违反议事规则所做的决议，我们不允许任何人用这种方式来变更。何况这个牵涉到两岸关系，陈怡杰委员讲的也没有说要公布，只是提供给大家做问政的参考。我们做的这样子的决议，完全符合议事规则的规定。如果主席不断的用这种方式偷换上个礼拜主席所做的决议，我们立法院永无宁日。我希望主席啊要慎重，同时调录影带，叫秘书长，那个主任秘书把录影带调出来，当时我做决议的时候的袋子调出来，大家看，可以受公平，没有说我们做决议的时候违反规定，然后我们今天在这里要求一定要按这个来，没有理由用。好啦，较紧的啦，要开会啊啦。没有理由跟我更改这个议事记录，你袂使甲我改进，因为我做决议的。什么叫主席？我怎么不能改呢？啊，你嘛较讲得力耶，什么不能改呢？啊，刚刚也就都宣告，都已经跟各位手上大家都有一份啦、啊，现在手上都有一份，我们就详实的把当时的议事日程、当时的议事做记录嘛，都已经做记录都做好了啊。
啊，所以请大家要彼此尊重，好不好？那黄昭顺委员，请你也搞清楚议事规则，上菜来发言嘛，都已经处理了嘛，都已经处理了啊、哦，我已经宣告两次，我们委员会做了决议跟主席的宣告啊、哦，在议事录确定都不会影响它的效力，议事录只是在做议事录的确定而已啊、哦，假如有错误遗漏，我们就会做修正修改。那这一章。刚刚主席的宣告也不是按照李俊毅委员的意见，是按照议事人员整理的议事的整理所宣告的内容。那我说把这张附在我们议事录做一个完整的记录，都讲得非常清楚。啊，你人家在讲你都不听啊，自己按着麦克风就自己在讲。啊，这个不是杯葛，什么是杯葛？我们稍微认一下啦。我跟你讲啊，这个他上电视的要找我们吵架才能上电视啦，安尼就好啊啦。好了，人家提案委员要说明了，提案委员要说明了啦。从来立法院都不会做这样子的更正，已经做好。好，我们按照议事规矩。休息时间到，我们继续开会。所做的。来了，人家卢秀燕委员急着要走了，大家都要提案说明啊。不可以确定议事录，本席还是在讲。宣告过了议事录，如果今天很抱歉。好，那个我们议事录刚才已经确定了，主席已经根据整个 IV。VOD 的摘要文字我们都做修正了，不是在讲口才啊，我们已经修正完了啊，这个记录非常清楚啊。那因为黄昭顺委员杯葛议事的进行，我们宣告，我们完全按照休息到下午2:30继续开会。